介绍身上的这个衬衫，这个衬衫颜色也太浓了吧！哎、欸，我超喜欢那件衬衫的，因为其实我个人蛮喜欢那种文青休闲的那种衬衫，而且它这种也太长裤了，其实屏幕上看出不太出来。对，有长裤，你有肚子吗？然后会有长肚子，很长肚子。对，而且它的长度的话，我觉得非常刚好，它可以盖住屁股。它对我来讲就可以遮住我最想要遮住的地方，然后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它这个是有点混棉的材质，混棉麻的材质，对，但其实这种啊不用套其实也没差，你看我那样抓，我也觉得还好，不会到很重，因为它的是设计是那种格纹的，对，那个视觉上就比较不会显皱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它是全开扣的衬衫哦，那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口袋，它口袋只有这边，上面对，我要给你们近看一下它的这个印花，它这有做一点点小设计。然后衬衫只有一个颜色嘛，两色的颜色，黑色就很基本了，就是基本白。你看黑色有一个小巧思，很可爱。除了这个以后，你转过来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它的后面是有配色的滚条、哦，完全就不会太单调、欸，不会。